火热的夏天，吃瓜群众的热情也跟天气一样高涨。你参加过西瓜节吗？下面是一组北京大兴30多年来的西瓜节老照片，一起来回忆过去的吃瓜岁月吧。1988年6月28日，首届大兴西瓜节开幕，那时的大兴还是大兴县。1988年的吃瓜群众热情，这个游戏原来还可以用来套瓜。1989年第二届，当年大兴西瓜总产量居北京市之首，占全市西瓜上市总量50%以上。1992年第五届西瓜擂台赛，坐着轿车巡礼，当年街面上不少人骑着自行车。1997年第十届，1997年香港回归，西瓜节也一同欢庆。1998年第十一届，一颗来自太空的西瓜，航天卫星搭载的西瓜种子结硕果。本届瓜王庞各庄镇宋宝森培育的宇宙王西瓜拍卖出1.32万元的天价，被列入吉尼斯世界纪录。2002年第十五届，第十五届西瓜节在北京金街举办，展示大兴区作为首都新世纪发展空间的风采。2006第十八届奥运临近，大西瓜上也种出了五环。仔细看重量，当年的瓜王37.52公斤，还不到2018年重量级瓜王的一半。方形的奥运纪念西瓜十分有趣。2007年第十九届，2007年当年的拍照小能手还在使用翻盖手机。2014年第26届特型西瓜挂满瓜架。2015年第27届全国西甜瓜擂台赛创下大兴西瓜节自举办以来的新纪录，83.94公斤。之前三年大兴西瓜节重量组冠军分别为2014年43.18公斤、2013年47.6公斤、2012年27.15公斤。看完这些大兴西瓜节老照片，有没有回忆起你的吃瓜岁月呢？